这个小爱刚才成精了呀，刚才突然间自己说话了。小爱同学，刚才你说了什么？我刚刚说，哇，发现了你新榜的插座，有需要可以对我说，打开山东呼榜一卧室的电脑。哎呀，他是不是随时在监控着我呀？怎么突然间就说话了？刚才吓我一跳。